给二哈做大餐。我跟大花来超市了啊，因为马桶比较挑食，所以我们要到超市给他买很多好吃的，给他做这个训犬的粮，口粮。我们打算买一点鸭腿儿，再买一点红薯。红薯他吃了不拉稀。工作在家有呀。啊。家里有是吧？有。那就不用了。再买点其他鸡胸肉。这些鲍鱼啥就算了，不要想。螃蟹也不要想。最终咋买的呀？七块九毛九。七块九毛九一斤。啊，没事儿子，没事儿，这是一个伴儿，没事儿，不碍你的事啊，乖乖，没事儿。你看那会儿啊，没。哎。买点肉。鸡胸肉。然后买点鸡胸肉，买点鸡全腿，再买点鸭腿。先给他做个两天的量吧。啊，先试一下口味，看他吃不吃。吃不吃？天天这个口挑不狠。够了。看看马桶的营养餐都准备了啥啊？啊，这是十斤肉，五斤鸭腿，五斤鸡胸肉，还有12斤的红薯，还有半颗包菜。我们把这些一块煮一下。这红薯什么都煮好了啊，我们现在需要把它拌一下，把肉拌碎，把这红薯里面喂一下，拌匀。我这个分量的肉已经拌了3次了，这是最后一份，把它全部拌里面就 OK 了。这里面的红薯、鸭肉、鸡胸肉已经被马桶拌好了，给它弄完团成丸子之前呢，我们会给它撒一点羊奶粉，因为马桶比较喜欢吃羊奶粉，哎，这样的话营养更均衡。滚犊子！没出息的鸭，等不及了。倒多倒点，多倒点。好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会不会很黏呢？这样的话，一点奶粉。没事。嗯，可香了，这奶粉。嗯，马桶的眼都直了。马桶已经吃过一盆了啊，刚才已经给它喂过一盆了，其他狗也都吃了。但是不能让它吃太撑，这两天得让它稍微控控度，要不然的话到时候不听从指令。看它那眼，你看它那眼。嗯，真香啊，我都想吃了。咽口水。好吃。你吃一口它懵了，你叹气了，你吃了一口它叹气了。你吃了一口他叹气了，你再给他一口，你看他吃不吃，他已经吃饱了。其实吃饱了还吃啊，哎呦还吃呀，不能再吃了乖。嗯，已经吃撑了，再吃到时候都不服从命令了。不少啊，不少，有个将近20斤了，都快10几斤。就这吧，嗯，团吧，再给他一口。你快点，慢点吃，慢点吃，不吃了，吃撑了，不喂他了，吃撑了。凡是总共弹了这么多丸子，我感觉能吃好久了。这是丸子，你看看，可不少了。马桶你又口福了啊！